熟了，哥姐。哎呀，这大爆头还大不大？来，老婆，整条大长腿。哎呀，先别吃了，250。你叫谁250的？哥，大哥，我说说，这先给我来250块钱海鲜。那我更生气了，我们这边海鲜的原产地，并没有想象那么贵，一张就够了，收到货都能塞满你家小冰箱。来，三大包啊，脆口的鱿鱼脖，每包是400克的。再来上三大包各大带黄没有冰翼的扇贝肉，每包是200克的。两包大个不带壳的城隍肉，每包是250克半斤装。两包啊，脆口的章鱼须，每包也是250克半斤装。再给你来上两包啊，无沙无壳的花甲肉，每包也是250克半斤装。今天啊，下单的哥姐还给你送上两包，一包是一个捞包，满满一箱14包海鲜，还给你包邮到家呢。